2007年為觸動進行創作期間，我帶住電鋼琴重回熟悉的地方台灣去閉關創作。到達咗台北之後，榮光小組教會的鄭姐一行幾人載住我去到桃園縣一位宣教士的屋企裏面，然後佢哋就離開咗啦。我就係咁樣獨自喺台灣開始咗我嘅創作生活，冇冷氣，冇娛樂，有嘅只係剩下嘅蟲鳴以及自己嘅行囊，一部電鋼琴。宣教士嘅愛同奉獻固之然令人動容。我相信音樂雖然未如翻譯成中文的聖經文字咁具體，但係同樣可以被神使用，同樣可以帶俾人安慰。而音樂對於我嚟講，甚至具有治療嘅作用。我雖然未能至如馬禮遜及禮賢一樣窮盡一生嘅精力去宣教，但係我願意畢生從事音樂創作，使音樂成為醫治別人嘅一帖良藥。Thank you.
Thank you.
支持咯，咁我先多謝咗，即係啱啱我所講嘅天父同埋
實就再真係多謝創作團隊啦。咁我甚至在本書會誕生咧，應該都好奇妙啦。總共係經過四年啦，四年嘅時間就都好長嘅。因為我自己是音樂創作人，所以應該不會出本書的。所以為什麼會出本書呢，都很特別。四年以來就有一個構思，最初就希望出樂譜的，還有希望都是錄音，都是跟音樂有關，就從來都沒有想過文字是會結成一本書，都是想著幾個字就應該寫完了我的創作歷程。很多謝創作團隊，我逐位介紹啦。其實一開始這個構思能夠得到何建文先生的鼓勵啦，這位大兄是何建文先生，他的一路堅持或者鼓勵，他說可以做一本書，最後反而呢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書。明年或者將來我都會繼續會做音樂的錄音啦，跟著就找誰寫啊。因為我呢就口述的，雖然都不是一個老人家味道，但是就 都想將那個故事講出來啦，就找一位可以喜歡音樂又喜歡文字的朋友來到去寫啦。跟著呢就很特別找到周子晴小姐啦，她就在有三年的時間啦，就因為認識了之後，她三年都應該很不閒啦，就成日都要傾啦，在家裡吃飯的時間就傾我的故事。她很用心，即很用心記住我所講的，而她用在書中她是用第一身去寫回我的故事，她是很感謝她。跟住就諗到要插畫啦，咁我就認識咗梁善如小姐咁佢張如嘅畫都係好特別啦，佢聽咗我嘅音樂以後，佢自己再感受整個嘅畫面而創作佢嘅插畫啦，喺書中係每一個章節都有 Sandy 嘅畫，咁係澳門好優秀嘅即係創作人。跟住就到書本嘅設計啦，咁我好多謝司機鄭志偉先生喺呢度，咁係好唔係識好耐，不過咧就好出色嘅澳門嘅一個設計人才同埋書本設計家。最後又到我嘅同班同學李瑞俊小姐，咁佢係呢本書嘅主編啦，咁佢幫忙好大，因為我哋真係一直係學校裏面嘅同班同學。但是又有些機會合作的，今次想不到在本書裡也有這個機會合作。這個團隊當中要感謝的是我們的顧問周凡夫先生，因為很難得他都關心這件事，你知道有四年時間有些人就不記得了平時，但是很難得個人都可以在這麼長的歷史裏面不會忘記這件事，一直跟我一起並肩去完成這件事，所以這個我做感恩的地方。再來就介紹本書，本書其實是用倒敘形式的，為什麼叫在靜水之邊呢，都是來自我的一首歌的作品，因為我創作一首歌就是 Beside Still Waters， 來自聖經裏面講到詩篇的23篇，講人可以去安歇在一個很 青草地和溪水旁。這個溪水旁呢就是這本書和這個歌的歌名的由來。一會你都會聽到的，其實今晚好像個小型音樂會一樣，除了書的發佈會，在我歷程當中創作的重要作品就會在本書裏面倒敘形式，由2013年、2012年的普世眾啦，是一個大型的音樂和沙畫的作品，然後就到倒敘翻一個2007年的觸動，向宣教士馬禮信致敬的一個咁樣嘅音樂啦。咁然後就我做咗一啲係劇場嘅音樂，咁亦都係同到石頭公社啦、澳門嘅舞團啦有啲合作，咁所以有一啲嘅作品都係比較重要嘅。咁然後我就好，因為我平時都係教鋼琴，咁所以認識好多學生、好多小朋友。咁我想作一啲音樂咧，就係俾小朋友嘅。所以我做咗好多兒童音樂，包括魚歌啦、梅與怪咧，依家你都會聽到由我嘅學生去演奏啦。咁最後咧就講我點樣學音樂啦。咁所以今日都有音樂老師喺度嘅。咁我點樣成長咧？喺聖彼得十世音樂學院咁點樣得到學校嘅栽培啦？咁這個成長路咧，亦都係一個見證住一個點樣成為一位可以成為一個創作人啦。咁呢種嘅歷程，
咁最後咧就其實我嘅音樂都係有一種一種心願，其實就係獻俾上帝嘅。當我覺得係同時間進行嘅創作嘅歷程，同埋好似一息音喺度彈琴嘅時候，我都好清楚創作當日嘅畫面嘅，唔知點解邊一年邊一月嗰、那個畫面就會喺我腦中閃出嗰個瞬間。咁咧就我嘅意念其實都係呈獻俾上帝，同埋咧就係同人分享嘅，所以其實好中意係即係有機會彈俾大家聽咯。咁今日真係每一位嚟嘅都係好重要啦，因為都落雨啦，又好凍啦，咁大家都係好嗰種場景咧，就我好希望將我嘅音樂真係獻俾上帝，同埋送俾大家。大家都看到了，我們即將會進行在靜水之邊新書發布的儀式。在這裡我們有請以下的九位的主禮嘉賓一起去做這個新書發布儀式。有請澳門基金會代表教科文中心鄭宇代主任。接下來有請澳門基督教聯會主席黎允武牧師。接著有請音樂學教授、作曲理論博士、澳門特區政府文化諮詢委員戴定晴教授。資深藝評人曾凡夫先生。接著就有幾位是在靜水之邊的創作團隊的代表，包括主編阿 J。跟住咧就係作者曾子晴小姐，插畫梁善如小姐，設計師 CK， 當然唔少得我哋嘅主角音樂創作人及鋼琴演奏家李慧芬小姐啦。咁咧請咁多位上前啦，因為咧其實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同埋一啲默契嘅。咁因為咧呢個嘅大家都睇到啦，前面一塊好大嘅畫板咧，其實就有九塊，係一個拼圖嚟嘅，好有心思地咧，就係我哋呢本新書嘅封面嚟嘅。咁好啦，喺呢度咧，請大家咧睇一睇你哋呢一幅嘅背後咧有個數字嘅，咁咧就同前面嘅畫板亦都係寫咗一個數字嘅。喺呢個時間咧，有請九位上前啊！原來咧呢一個儀式咧，唔單止係一個特別嘅儀式啦，仲係咧非常之有創意啦，同埋係一個遊戲嚟嘅。咁咧，於是乎佢哋喺呢個完成嘅時候咧，值得大家俾一個好熱烈嘅掌聲啊！咁咧係冇錯啦，喺塊畫板嘅後面咧會有數字咧，而同時間咧喺我哋呢一塊黑色嘅背景嘅裏面咧，我哋都係寫咗個號碼嘅，咁啊俾大家咧可以同心合意完成呢一份嘅作品。完成咗啦，係咪？差唔多啦。好，咁或者請九位都一齊再企喺呢塊畫板嘅左右啦，我哋可以影一張相。好，多謝曬你哋嘅掌聲。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在靜水之邊正式推出。再次多謝曬你哋嘅嘉賓小受助。有三個領域對於他生命標注著很重要的意義的，包括了勇於為主奉獻自己的宣教士，培養他成長的母校，以及啟蒙音樂學習的學院的。接著下來，李慧芬小姐將會向以下三位代表著三個重要領域的嘉賓送贈這本新書。接著下來有請聖道會宏恩堂盧以華姑娘。有一位分咧係會逐一咧向呢三位嘅嘉賓咧致送呢本新
望呢邊。我哋望埋呢邊。好 ，one two three。多謝曬兩位。接住落嚟，我哋有請澳門培正中學嘅代表歐陽夏雄牧師。接住下來有請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教師梁冠劉先生。多謝曬梁老師，亦都唔該曬維登。住在中年下雨的梅雨山上，住在一年四季都落雨的地方，只是想想都令人想皺眉。但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梅雨怪却过得十分怡然自得，天天整理好床铺，天天换洗衣物，天天出去探望一些落雨不想出门的朋友。面对着一个不堪令人愉快的环境，梅雨怪的生活态度却出奇地令人觉得温暖。人在逆境之中应该如何过活，我哋仍然係有選擇嘅自由㗎。一啲繪本畫家為咗教育下一代而創作咗好嘅叢書作品，而我亦都希望能夠創作，繼續創作更多適合孩子嘅作品，將好嘅音樂教育下一代。Thank you.
趁住清明節連假嘅空檔，得到朋友嘅幫忙，我同教會嘅宣教士李姊妹去到香港見到神學院退休。到咗第二日，我嚟到神學院嘅祈禱花園，學習聆聽鳥聲、蟬聲以及風吹過樹葉時沙沙嘅聲音。當時遠處正傳嚟人群呼呼聲，然而喺呢個花園當中，我好似將一切嘅煩囂都隔開，專注喺聆聽從神而嚟嘅聲音。對於一個基督徒作家嚟講，最重要嘅莫過於先聆聽神創造嘅各種自然聲響，咁樣比靠鋼琴作曲更加令我覺得有信心、有把握。值得一提嘅係，喺祈禱花園裏有一塊為紀念建造花園嘅石頭，上面刻有雅歌八章十三節：你這住在園中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也聽見。我聽見了，真好。
傳播藝術學院學習的呢一年是我創作力大爆發的時間，成了我走進作曲呢門的起點。在那個時候，我家中有一幅畫，是一個人坐獨木舟泛在湖上的畫面。當我看著那幅畫，想著經歷大風大浪之後再次回到平靜的心境，心裡面覺得十分感恩。當我朗讀到詩篇第23篇，我幻想自己正躺在可安歇的水邊的美麗景象，想起啟示錄中對於天堂的描述，對於不再有死亡的天堂有了美麗的憧憬，就將這種美好的意象融入到我的作品 Beside Still Waters 之中。Thank you.
資深藝評人周凡夫先生是這本新書《在靜水之巔》的顧問和撰寫序的第一位嘉賓。在這個時間，我們有請周先生上前為新書作回應，有請。為什麼這本書我會寫序呢？又為什麼會做顧問呢？說來都話長，但是今天呢就不想再講，因為寫在個序那裡了，大家在本書都可以看到。今天我想講一些個序那裡沒寫過的東西。講回頭，其實慧芬姊妹找我談想做一些事關於音樂的時候，應該差不多四年前，再過三個月應該是四年，我記得是三年到的時候，傾下來，後來我都傾過很多次，甚至最關鍵的本書，出本書要錢的嘛，資源在哪裡來呢？當然最後我們都覺得可以很多方法的，但是無論什麼方法都好，可能都是交給我們的神去祈禱，最後本書真的做到了，很感恩。在這個過程裡面，慧芬說你今天講一些東西，個個都知道我做評論的，找評論的人來講真話，就很多時一定會問個問題，假設你一本書幾分啊，一定是這樣問的。咁我諗過呢個問題嘅，但係我睇本書，我俾你哋好多人都早睇呢本書啦。我睇呢本書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不斷有好多嘢浮現喺度。第一個當然係本書嘅書名，好中意本書嘅書名啫，在靜水之巔。咁當然啱大家在場都聽到，佢不斷聽到講到聖經裏面嘅詩篇23篇。咁我咧就要申報下利益，我對詩篇23篇咧就情有獨鍾。我由小學到中學嘅時候咧，對呢個詩篇裏邊嘅篇章，特別詩篇23篇有幾個版本編咗音樂落嚟嘅，個版本都編得好好嘅。所以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咧，第一個就已經覺得啊，呢本書同詩篇23篇嗰個背景嘅關係很有關聯，所以很自然呢感情分有在這裡的，這是詩篇23篇的東西。但是呢想一想，哇，要講詩篇23篇對我來說呢已經是超半個世紀前的事了，因為我讀小學的時候嘛，一講就真的有排講了，所以我不會講詩篇23篇，因為在書裡面都有講到詩篇23篇佢有慧芬帶嚟嘅幫助。其實呢個詩篇咧，我諗對無論係咪基督徒都好，對我每一個人嘅人生，特別人生裏面碰到各種各樣嘅嘢嘅，喺詩篇23篇裏邊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好啦，呢本書亦都使我諗起另外一個年份，呢個5年前半個世紀啦，係嘛？另一個年份咧，其實就係香港澳門回歸。即15年前今日，嗱呢本書揀咗今日發布都好特別。我同阿慧芬嘅認識咧就啱15年前，係面對澳門回歸嘅時候，亦都係今日大家見到一張 CD。咁 CD 咧亦都係當日我仲喺間唱片公司裏面做 GM 嘅時候。咁其實我喺澳門讀書啦，當時轉接接啊，有人同我介紹話：，澳門有兩個創作人有一啲咁嘅作品喎、啊。哇！咁我聽落嚟，覺得咦呢啲真係澳門嘅嘢嚟喎，好自然咧就好快爭取咗嗰張 CD 喺澳門回歸嗰年回歸前，應該回歸前出版咗嘅。咁甚至呢張 CD 當時咧推出嘅時候咧都特別強調咗係配合澳門回歸嘅嘢。嗱，所以其實我認識阿慧芬咧就係由呢一張 CD 開始，啱啱係15年前。加埋50，應該60年。咁呢兩樣嘢咧，好自然俾咗5分落去啦。但係我睇到最後，發覺呢本書一定唔止60至65分嘅。
咁應該打咩分數好咧？咁我睇完之後咧，發覺另外一個數字好重要嘅。呢本書前後，我哋嘅周子梅寫咗三年。睇到呢本書嘅時候咧，你唔會諗到係佢周子梅寫嘅，係諗到阿慧芬寫嘅，因為佢啲語氣啊、講嘢嘅方式啊樣嘢咧，啊就係好似我哋平時同阿慧芬接觸佢嘅時候嗰種感覺。呢樣嘢唔容易㗎，要寫到人哋講嘅嘢，但係你自己寫嘅，三年嘅時間啊，好有耐力先可以做到出嚟。三年是幾個月呢？加上三十個，加上六十五分呢，哇，一百年一分。我想這個數字都是幾，不是巧合來的，我想是很特別的一個數字。不過這本書的名字呢，在靜水之邊，我為什麼很喜歡這個名字呢？在個序裡面我都有提過一下，靜水呢就一定要沉淀了很多东西。很明显在阿慧芬的创作过程里面，音乐创作是很神秘的东西，解释不到的。当然音乐本身就很神秘，在序里面我都说很多人认为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这个静水更加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沉淀很多东西，所以才可以静到下来的。喂，哇，讲错嘢啦，叫咗掣添啊！哇，好犀利，用麦啦，听到嘛？静水咧，其实有个有好深嘅意涵喺里面嘅。不过咧，静水咧最后一样嘢咧，我都想将。在個序裏面我沒有寫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希望呢慧芬呢就留意一下，靜水確實是沉淀了很多東西，使到我們好好像詩篇二十三篇裏面，是一個青草地上，是一個靜水的旁邊。但是問題呢，就是靜水很容易發生什麼問題？大家知唔知噶？蚊隔熱咧，我哋要嗰啲蚊咧最驚就積水嗱，所以水就唔可以靜就得嘅，但係唔能夠唔凍。所以點解要變成活水好重要？書嘅最後嘅個篇章裏面都講到活水嘅嘢，因為活水喺聖經裏面係有另外一個含義。但係我相信咧，我希望慧芬都留意。要保持那個靜水不會被污染，不會被干擾，其實要做很多功夫的，要不斷要想辦法使到這個靜水能夠不斷沉淀，不斷保持這種所謂活水那種的動力在這裡，不容易的事情來的，其實任何一個人都不容易的，要保持這件事。我都希望這個書名可以給到我們大家一個共勉。當然101這個數字呢，是很多人努力一起做成的，我自己裡面都做一些事，不過我相信我做過的多事呢，就是可能是最早那一分的。不過呢，有一個人呢，今天又沒有，即是怎麼說，在本書可能都沒有名的，我估是後面，後面現在在錄影的何傑文弟兄。咁佢又好叻嘅，我話佢開始要做完曬啲嘢咧，就揾曬人做，自己唔使做，到最後一日佢都要做，要企喺後面。好啦，我諗我要講嘅嘢，個時間都應該差唔多噶啦，我俾翻個麥我哋主持人。喺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前夕，因為好朋友朱友仁嘅牽線。我和梁志堅一起創作了一張叫做《城市心情》的音樂專輯。黎明前《程最真》是其中一首收錄在《城市心情》中的作品。記得某一天的清晨4點，我正準備睡覺的時候，這首歌的音符突然出現在腦海之中。我精神一振，就將整首歌創作了出來。
完成嘅時候仲聽到鳥鳴，原來已經接近黎明嗰段時間。我成日覺得開心不得志，總係未能得著心中想要嘅，就好似陷喺最深嘅黑夜裡面，冇辦法衝破一般。慶幸嘅係，黑夜再長，亦都總有天亮嘅時間。縱然天亮嘅時間點總喺度改變，但係我仍然殷殷期待衝破黑夜嘅時刻來到。每一次我演出呢一首作品嘅時候，我嘅思緒都有一秒鐘嘅時間飄到我喺溫州街創作《生命活水》嗰一日，重新感受到自己創作時嘅點滴感動。仲記得嗰日中國神學院蔡麗晶教授分享，主要圍繞《以西結書》第47章嘅內容。經文裡面提到生命活水，亦都就係聖殿流出嘅水。所到之處都帶嚟醫治。講到完結嘅時候，我嘅心日滿感動，彷彿有生命活水從我腹中流出一般。當日嘅下午，我翻到溫州街嘅家，崇拜時嘅感動仍然盤踞我嘅心，久久未散。我坐喺書台前面，一陣間就將《生命活水》一曲嘅正歌寫出嚟啦，係好有跳躍感、生命力好強嘅樂段。創作呢首歌嘅時候，我仲係一個寂寂無名、懷才不遇嘅音樂人。但係神係信實嘅，唔單止用活水醫治咗我心裏面嘅痛苦，更一路拖帶住我，從我最潦倒嘅時刻走到今日。如果唔係佢嘅帶領，就冇後來嘅普
製造。最珍貴的不是明星成就，又或者是銀行存折的增長，而是神一路與我同在，讓我有信心堅定不移地創作出好的作品，寄獻給神，亦都同大家分享。我為這一切美好深深感謝神。